这神秘人啊 ，S 大哥邀请我来这里，让我来找翡翠之心。有人吗？谁来了？哎，这声音有点耳熟啊。哪位观光的游客？早，您是？我是这个神秘人 S 派来的。等我一下。我在穿袜子。好嘞，哎，两边开始比赛啊，看谁先出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美女出山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小唐，哎呦，好久不见了，老熟人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院长，宿醉，初次见面，你们认识吗？认识，这个是我们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。我知道，我有看的。对。昨天我们收到那个 S， 我也收到了一些 S 的消息。你看我这个包，他是给我寄来了一些神秘的小物品，我都还没有拆。是什么？透露什么？对，你这个帽子有点搭呀，就肚子脱帽。然后一些寨子的游玩指南。哎，他这给你的给的好哎。是吗？这很有用吗？很有用。这不是景区门口应该都能拿到吗？咱没有。咱们太惨了，咱们。然后还有一个大的。哦呦，这是整个贵州的地图。对。但我不知道有什么用。你们昨天有收到什么其他的指示？就是要找翡翠之星，他是让我们先。早上在那个太乙阁码头，龙哥他们可能在那边跟我们会合吧。行，对，我们去那边吃个早餐。好。我很喜欢山里的空气，是，很湿润，空气好啊。对。到了哈，太乙阁码头。那我们就随便先上一辆吧。好嘞。老三，你卡痰了。这么清楚吗？你们一大早跑哪去了？咱先过来吧，别喊了。庞博。早。早啊。龙哥好。你们怎么不在帐篷等我们？我们现在是两条船的人了，心是一块的。晚上看这个城跟白天看这个城也感觉不一样，白天看就是那种古朴的气息，就感觉扑面而来，晚上看就感觉那个氛围感很强。